速算法，我们先以100为基准，为基数啦。99跟100是99是100减1，所以是我们就把它称为负1，两个都是99就是负1，然后这样我就把那个加起来99，心算就好不好，不要再写反手算式，我们要心算了，负1再乘以100加1等于98 01 OK， 好，鼓掌。